今天天气有点阴啊，好冷啊。来，过来，黑米，过来。累吗？这个太累。过来，追不上啊，你不能带他那么跑，很累的。他搭理不带搭理我的你，黑米，跟你玩疯了，现在认识你了，都不带搭理我了。胖妞，又上别人电动车了，来下来。你看两个狗形成鲜明对比，胖妞多乖，你看你天天蹦蹦跳跳的，精力用不完。对，你想减肥你就带着它。胖妞，退了，差不多。我刚看那个时间表，退了。差不多，来，胖妞叼着叼着，嗯，叼着，对，叼着，走去海边，找黑米去啊！你媳妇带着黑米遛弯去了，去海边去了，走，找你弟去啊！快叼着叼着叼着，这个涨潮退潮的时间表也不准确啊！你看今天的潮，这会儿还没退，快涨到岸边了，我得先找黑米去。被小姐姐带着遛弯来了，那不是看到了？黑米，黑米，黑米，走不动了，去海边，去下边，让他替咱们挖点。走，往前看一看，这就没退潮，没有东西可以挖。这上面都被别人挖得干干净净的，啥都没剩下。今天风大，一直没退潮，啥也没有。黑米能吃吗？他想吃呢，你看他想吃呢，这能吃啊？吐了吐了，这不能吃啊！他自己狗狗咽了？没咽没咽，他不会咽，他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。人家不傻。他不傻，他聪明的很。哎、这里还挺多的，这其实就是野生生蚝，只不过是比咱们普通吃的那种生蚝小很多。那种都是养殖的。对，这种。不爱变海滩来。不爱变海滩来。这种其实比那种养殖的要有营养，我去。这不是吃了上火？吃上火。哎呀！我直接把这个壳给挖掉了，我看了，肉都直接露出来了。但是狗不能吃海鲜的。是吧？嗯，狗不能吃海鲜的。我天哪！这是臭了吧？这不臭，就是很鲜。这个挺难挖的嘛，这个。你们平常咋挖的？就锤敲敲敲，然后把它给敲下来。你不能吃，你不能吃海鲜的。自己懂，狗可聪明了。你不能吃海鲜啊！吐了吐了吐了！你趴着，你还在地上找呢，你还啊？他累了，逛一路。他累了，应该是累了。对他跑一跑他就累了，把精力消耗一下他就行了。对，他躺这里舒服的。叫啥呢？这东西你不能吃知道吗？你咋想帮忙是吗？帮不上忙，着急的。
挺大，这个这东西你不能吃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吃海鲜的。黑米有时候还挺可爱的，他累了之后可爱。你去旁边啊，好，你先带他上去，他不走。上去吧，黑米。走了。我在旁边，你前不走。走了，没良心的狗子。小螃蟹，过来，来。我发现这个是真不好弄，我弄了半天，好多都是把上面这个壳弄掉了，然后把肉露出来了。你看这个，都是这样。上面这个小的全是这种海猴、只螺、小螺。密密麻麻的，太小了，主要是。跟瓜子一样，这个。哇，我发现一个好东西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。它这水里面这个，跟一朵花似的。我一碰它，你看它，它能收紧了。这个也是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，一碰我就全部收紧了，一会儿它又张开了。好多，你看，这个这么大。我碰它一下啊，它就收紧了。这是活的还是什么？这是生物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挺粘稠的这个。哎，不见了还，这都地底下不见了这个。我挖一个看看。哇，这什么？生物，这是我把这个拦腰掐断了，这个有肉，这个这东西整了半天就弄了这么几个。主要是今天一直没有退潮，看这大海和昨天的对比，我感觉还一直在涨潮呢。他赶上，他绝对赶上。你看看，我不上啊。黑米上上上上来呀，黑米，来来呀，走，我来了，来，走，给我上，走，上来，助跑一段，我就不信你不敢。他之前特别怕上那个桥，来，走，上来，上，对，这不敢上，咋不敢上你？啊，下面是镂空的，他怕呢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走，他敢走。上课还要上课呢，上这个他不敢上。他这个上不来，我想让他上来。他等也是害怕的时候。他肯定有害怕的时候。黑米，来。他不知道你拿的啥。小螃蟹，给你找了个小伙伴。来，看这不是你小伙伴。不能吃，脱了，你能吃呢？妈，你把它吃了？那么小一个螃蟹你都不放过？那能捕到啥？